关于这种压力轴承，很多人都有一个小疑问，就是这个朱莉到底是这样割还是这样割的问题。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它是不分正反的。然后大家看这个两个环，有一个内孔比较光滑的，它是紧环，要镶到转动的轴上。然后这个没有加工过的要放到定环上，只要这个不错，别的就没有。有多少朋友见过这种轴承？啊，看一下，这是我们老板从德国呀，现发过来一盘轴承啊，这家伙4000多啊。